覧の番組はCR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啦，今天出发新装，开小姐姐的车，开小姐姐去找小姐姐，确定有小姐姐啊？啊，真的有小姐姐？我不知道，去了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小姐姐的车出发。你看哦，把门打开有没有？嗯。把门关起来，关起来，我差好多、哦。难开车难开啊！不会啊，这比我那好开，好不好？是哦。废话，妈，我那台变速箱它塞，那流程218，218，妈的变速箱它塞，我这种跟车还比我那台好。我那时候应该买三系列，不应该买二系列。因为这有车到自中、欸，有、哦，我的没有呢。畜生，买错了，真的买错了。哎，你以前有打过保龄球？一学期，一学期哦。念书的高中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你大学的时候、那个、选修是选修有三个嘛，一个是篮球、保龄球跟桌球。嗯，他、啊、篮球打不想打，就不想打桌球，就去打保龄球。哇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那你这样子算有呛呢吼！我没有呛、啊，学期呢吼，只有学期而已。大家混学分的。对。哎、欸，阿戴，嗯，下礼拜要教特斯拉、欸，哎，讲好了，下礼拜要开来啊，聊了吧？阿戴来上班的时候没想过，到了一个这么不专业的中古车频道，竟然可以玩到特斯拉。我还想说玩一些那个阿提斯啊，吼，还是什么买的 CEO 马三那种的。那阿戴也算有勇气哦，来这边上班。我看到，刚毕业的，看到没有？先不要让他到外面了解世界有多美好，这样他就不会抱怨我们这边有多差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要用这种方式。对你，如果让一个女生，你就是她第一个男人，哦，她就以为哦，原来男生的鸡鸡都这么小。对。你是说这样？是吗？还是说大家都一样？大家都比我小哦。哦，好啊，你还更严重，你已经够小了，大家还要比你小，妈，每个都跟婴儿一样。哎、欸，上次说的入租店是这一间？对啊，这样嘛，新出入租店。我是觉得这大楼管委会妈很有勇气，为什么愿意给他这样弄？金抽，妈的，重点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个路上啊聊这些东西，把电池。浪费电池的电吧，我觉得过程应该也是剪掉，直接到哎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大佬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。鸡巴的浪费底片。好，不用拍了，好不好？到了再分享啊，就到那边就重新开场。前面废话太多，故事都这样演的啦，底片太多啦。保龄球来了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啊，对，啊，阿呆要下来一点，拍起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四个人，待会我们就先做这个练习，对不对？指导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分组，个人指导一个啊？好，然后这个队员由这个专业的指导不专业的，好，然后之后我们先练一局，之后我们就开始比赛。我们要准备惩罚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我们惩罚不会让你很为难。我听起来就很为难啊，只会让你很害羞而已。害羞，啊，只开戏，没有什么伤害力的。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惩罚玩大一点都没关系嘛，反正就是另外一队要做。我就今天帮他做好心理建设。我不能讲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跟谁一队，还不能呛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分组，啊，怎么分？我先选，我先选。用你先选，用选的。你们都用选的。没有，他每次都赖皮。好，我没有赖皮。好，哎，那佩哥他们特写，让他们选，我们让旁边组。好，你是不是每次都选主 key？ 对啊，就是。好，这次换你选你嘛，我让给你。不要啦，一定是让你来选。没有，让你选，让你不要说我都欺负你。不是，你上次选有没有赢？没有。那就给你选。好，那我选，爸爸先让我选。好，那女儿要选就给你选了，对不对？我先。我们讨论好了，我今天选泰山好了。好惨哦！我才刚几点回，还被拒绝。
会啊，哎，很久没有被拒绝了。跟你讲，我们是已经结婚的人了，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今天是要求胜，求胜是要求开心，好不好？开心的是让还没有结婚的人去开心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紧接着就开始知道调教，好，调教开始。请问一下，小师哥，你求龄多久？我的球龄哦，大概25年啦，跟我差不多哎。对，25年没打了，25年没打，那就是25年前有摸过。25年前有摸过，有摸过。哦，有。哇，是吗？这个是你的吗？绑头发哎，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是那一张哦，怪当怪塞个怪阿布阿巴一种。等一下，哎啊，拍谁？那个头发掉下来，哎啊，眼镜没弄好啊，忘记刮胡子，有没有？20几年来的第一发，累积20几年的第一发，要出发了。第一发存了很久。哦，腰好像有点硬。动作是挺不错的，看起来是腰力不行啊。腰力不行，完蛋了，被人家说腰力不行。不是，因为通常都是我老婆的腰力比较好。去拍啦，我要看她洗钩。我们先随便随机，随便开心就好。对，那你最舒服、最顺畅的方式啊，不要同手同脚，什么都好。哦，哎呦，你保龄球射哎？真的吗？没有，修过一学期的保龄球。一学期？他保龄球跟射是分开的。保龄球射。保龄球射。干！哦。观众就是要看这个，你很懂做节目，就是这样，要先洗，然后等一下再连续洗个10次，剩九次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老师帮我们调整，好。老师讲得很清楚，学生不知道做起来会不会很模糊，对，是要看有没有慧根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下一球。先上，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哦，所以，我以为会，对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就蛮有保龄球专精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快了，他们快输了，换他。依照惯例，有没有第二球洗钩？啊，我洗了。我不是叫你洗右边，刚刚洗左边。第一次总是还有8次，还有8次。我跟你讲啦，全倒了啦。全倒了。哎，全倒了。好啊！有进步。你打到最难解的2只啊！最左跟最右，这超难解的。是，可是是第二次打才有用，第一次打没有用啊。先把困难的打掉，先把困难的打掉。你留简单的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是不是吃饭都把那个排骨留最后，饭跟菜都吃完，然后留排骨，然后？最后排骨掉下去，好厉害！你快打，我看排骨有没有掉地上。排骨掉了，排骨掉了，三颗卤蛋。好，我先去旁边喝咖啡。好，去，你们先休息。我们先去喝咖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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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好再跟我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赢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最后如果输了才好笑，没有了，不会，我们不会输，我们不会输。我先去旁边休息。好好好调教，好好调教。我们可以站前面一点点，没关系。对对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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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，你可以的。哎，不是，老师，我身体有点冷掉了，我是不是要保持一下运动？然后喝咖啡的时候温度就保持住了。喝咖啡我又频尿，这症状很多，一下腰一下频尿。我还是丢一下好了啦，我们这个骄兵必败，我们不要太骄傲。
除非我接下来这一球再打全倒、我就真的去点一份简餐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粉丝真的可以去吃简餐了，可以吃简餐了。哎、欸，那边再给我，那边再给我。啊，不叫了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那丢我丢一次吧，好，教练来示范一次，教练示范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等你们啊！好了，再叫我啊！我在聊天啊。对啊，警察还没来。我再给你一个老师啊，好不好？我再看不下去了。好了，练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小师哥找回来吧。睡着了，小师哥，那，哎，啊。怎样？吃饱踢爱捆哦，要惩罚是不是？要比赛了啦，要比赛了。像练完了，对，练完了。好，那就惩罚了，要。不是啊，要打是不是？对，要打了。要打打。你 OK 吗？你会不会睡一睡功夫更晚到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有他在，我不担心啊。好不好？啊，就处理了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规则。让这个赵航教练来讲一下。好，那我觉得有解到球呢比较精彩啊。这样的话我们有参与度，因为你们留下来的球评可能是我们平常不会留的，所以我们的混合方法呢，就是由两位小师哥跟泰山先来打第一球，对，然后我们作为同队的就来打第二球，那看看哪一队混合的分数是最高的，就是获胜者啦。那这样子可能我怕没什么事情，我换我去睡觉。如果都叉叉的话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对，好，比赛开始。有射有差哦！哦，哎！泰山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交给你啊！哎，投了！哎哎哎！没关系的，让你久。我怀疑他刚刚在做节目效果，他塞这个梗塞了三个小时之久，刚刚连一号瓶都摸不到，居然在实战打全打。这是比赛型。比赛型，比赛型。好，换我了。啊！金盔呀！我是练习型的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我本来以为赢定了。耶、yeah, yeah. ！加油！哦，哎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往旁边去了。好，来来，这我可以。哎，好、哦，哦，漂亮哦！哦，不错不错，加九分也是非常棒。哇塞！歪掉了！哇，判若两人呢！哇，是呀是呀，哎，啊！好奇怪，小师哥，你的表现很像泰山练习的时候，被你玷污了。来啦！哦，哇，问嘞问嘞，哎。我不管怎么打，他都救得回来。我现在发现有这件事情哦，会不会洗钩呢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哎哎哎哎，哦，这个要很精准，一号偏后。哎，可以啦，
这个真的漂亮。虽然我们是敌对，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漂亮。哎，我们怎么会我们输两分啊？什么道理？哦，不错不错。完蛋了，我们没有加分，这个是那碗牛肉面的问题，怎么吃下去你都判若两人，有点饱，有点饱，有点胀，现在打嗝还有点酸菜的味道。越打越少，哇，这个很有看头，加油加油，刺激了，我们专专门在给教练出考题的。教练局长，我跟你讲，教练就是教练，他选最难打的那一只，对，他不打脚极短，打藏在后面的那一个，对，我们打藏后面的。你确定他们讲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。王丽啊，珊珊加油，加油！我只能靠你了，珊珊。没有一位少了那边打哪里比较好找？哎呀！这个真的哦，我怎么会紧张呢？不会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Just do it。小志哥，你有没有做效果了？你有发现泰山话变多了？对啊。哦。所以啊。我们还有机会吗，教练？我们非常有机会，这跟棒球比赛一样，第七局逆转。刚刚我们解到了，所以你这球加分，分数两倍。他们失误，他们没有加分。好，追分的时间来了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飞娃娃，我很认真哎，我跟你讲，没有这么认真过了。对，除了跟我老婆在一起以外，我再也没有那么认真过了。睡友，啊！哇！啊！好可惜啊！哎，就动手动脚，同手同脚。啊！对，同手同脚，忘记了。同手同脚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对，忘记那碗牛肉面就可以了，一定是手表的关系。哇，越打越少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是戒指的关系。哦。加油，泰山，不要同手同脚，其他都好。稳的，耶！果然没有错，就是要让你打。哎，我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总分，140分。然后我们的话，正常发挥的话会是150几。哇！哦。微妙，128。你如果9支的话，输3分，一定要截起来。一定要截起来。对，一定要截起来。
弄到那么戏剧化，这真没办法塞，我跟你讲，这想塞还塞不起来的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接起来，对，只要看到球评就输了，只要看到正品就输，正品就输。好，我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思考一下，左边也不对，右边也不对，卡住嘛掉，出去嘛掉，这哭了去背起来，好嘛。这边啦，我批准金条，要三步挂掉啊！太傻，三个字就。我的运动就是这么奇妙，好不好？来，泰山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去把你的惩罚拿出来。什么惩罚啊？泰山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还有带 KC 啊，这泰山其实他平常私底下最喜欢的一个休闲跟消遣活动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样出来这一根，你要吓死谁啦？不是啦，这是 GoPro 的啦。你看那个地方，我懂，一节一节的，吓死我！双节棍，姐夫，这个一个是这个季妹妹有没有藕包？没有藕包。好，那这个就给季妹妹带。再给我。那金发的话给泰山带。那待会我们就要挑战，就是他们带着这个去找一个这个球友。他会不会被我们吓跑啊？他就是要看你们去要求他，会不会跟你合照一张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就算你们完成了。好，你们一人各要找一个。哇！大牺牲啊，为了我们的节目，你看。不要笑！他笑得很没有，很不给面子哎。爸爸！哎，来了来，食神来了，食神来了。我们先一起拍一张。好，我们可爱三连拍，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绝配吧！哎，他很大气，直接送我们三张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就要让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之前有一个企划一直没有完成，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可以处理。对，要过去问，你认识我？哦，哎，不错。他之前说在球馆我们要去比知名度，你要过去先问你认识我，然后再问拍照。就这里了，就这里了。相信我，没有相信我。Hello， 那个不好意思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季妹妹。对，可以跟我拍一张照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好，我们合拍一张照，这边。好，你可以继续打球。泰山，你要吗？果然，不行，他自己找一个。他自己找一个。果然，主场就是不一样。是啊。泰山，我指定你问柜台的妹妹。妹妹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跟你合一张合照一张吗？合照吗？对。好，可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童话故事吗？不是。他不知道。可以合照吗？合照吗？一二三，再张。还一张哦，再一张哎，人家很牺牲哎，来一二三耶、yeah 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耶、yeah ，我们完成了挑战，这个很可爱哎，我觉得就这样啊，对，那个那你就这样带去上课吧，唐吉诃德有卖，唐吉诃德有卖，唐吉诃德，好好，西门町，好，我们回去做结束，哎，我本来以为我要带了哦，我真的以为我要带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有藕包的人不行。耶，有没有看到这边也知道结束了？好险，我牛肉面没白吃，差点因为胃胀气输掉这场比赛，差点节目效果做过头。哦，真的好险，好险最后有这个季老师，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的比数是一百，我们一百四十，对，比137，可是那个中间有一只好像，对，计算。有点问题嘛？对，但是无关胜负，无关胜负，好不好？该带的还是要带。对。好，那等一下泰山就挑战这个戴着这个头套啊回公司这样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滚滚猪公，把这个放在这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很棒，我今天来看真的很多
学生都来打球了。对，好，因为保龄球的运动是需要推广的，那也请大家要多多支持他们的频道。我也是因为看他们的频道，所以我找他们说可不可以来一起运动一下，运动一下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又不贵。那这个当然我们的频道就不用讲啦，下次见啦。哦，那当然我们之后也会有影片，一起的互相合作，在他们的频道，那到时候再提醒大家去看，好不好？那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啊，现在就是自助式的，要来挑保龄球鞋。泰山那么高大，看起来就需要很大的鞋。可是它机器很小哎。但是有时候就是五短必有一长嘛。所以你脚大，对不对？手也大，啊，机器小。他就直接穿就对了。对，他可以分一下这些。那你怎么弄？像在喷铁乐士一样啊！铁乐士，这有职业病哦，是喷里面，不是喷外面哦。